喜郎退居二线，狮驼号原价卖给郭无情，秋沙打包全服第一三伤害尔氏等。姑苏城城外寒山寺，江南小镇平头狼，90096任性工会的凹八冠姑苏城的缔造者喜郎，在今年五月份强势回归，并且加盟沂水雪山福战队，接手了福战狮驼领号，并且改名了。棒棒真好吃。为了这一次喜郎的王者归来，任性工会在六月初还专门举办了一个任性工会的雪舞，无情、阿海、大 CC 等主播都以录视频的形式，祝愿他的直播收视长虹。只可惜喜郎这一次回归直播只坚持了一个多月的时间，就因为身体不适、工作太忙等原因再一次停播。在第一穿刺物理秋沙确定加盟沂水雪山之后，喜郎将自己的狮驼领号原价卖还给了郭无情老板，未来如果雪山服战队需要他的话，喜郎也可能会重新回归。秋沙的物理号要到11月份才能登场，郭无情选择了先预售这个狮驼领号，秋沙直接出手买下了郭无情的三伤害耳饰和后排的属性灵饰。秋沙新买入的这三个灵饰属性都非常极品，其中三伤害耳饰的出伤总伤达到了57点，在同类型耳饰当中排行全服第一，140手镯下排加的综合属性在同类似手镯当中也是名列前茅的。这三个灵饰配合秋沙手中出伤84的四伤害戒指，将秋沙的第一穿刺物理变得更加完美。时隔多年之后，沂水雪山福战队终于聚集了一批顶级的福战神豪，相信用不了多久他们就能登顶武神坛封印蚩尤。